现在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，要不是你，我的计划早就实现了。不要命了？你不要命了可以，但全城人都需要活着，尤其是陶晶莹，她更需要活着。我没有母亲，我从小就是个孤儿，我知道孤儿活着是多么的艰难。我自己留下来给你做研制，你让所有人下车。 我给你找全国最好的心脏病专家，我答应你，行吗？我现在谁也不相信，我早就受够了。老婆。 真的在包里，我让你看看我的真的。你干嘛？你放开我！你不能去！别！下车！走！快！快！来来，兄弟！快！走！走！你干嘛？放开！ 立刻确认人质是否安全，嫌疑人杨志还在车上，抓捕小组准备实施抓捕。收到。